剧动漫《驯魔卡少女樱》中的恋情梳理，所以这其实是一部恋爱番吧。第一个不用多说了，肯定是小樱和小狼。小樱小狼因为卡牌相遇，后来见过雪兔的小狼被雪兔身上的魔法吸引，所以一直被大家调侃喜欢雪兔。小樱之前也是非常崇拜雪兔的。第二个木之本藤龙和木之本辅子是小樱的爸爸妈妈，两个人是师生恋，但是真的是非常甜的一对。不过可惜的是，在小樱三岁的时候因病去世。第三个三原千春和山崎贵史，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，众所周知山崎眯眯眼的说话就是骗人的，千春会及时识破山崎忽悠人的话。第四个佐佐木莉佳和四田凉，两个人也是师生恋，在 TV 版中也只是几个镜头表示两人互有好感，在漫画版中已经和四田老师订婚，并且接受了订婚戒指。第五个是官配中泽爱丽欧和关月歌凡，毕竟爱丽欧是库洛里多的转世，所以也不能算是小孩子了吧。第六个木之本桃矢和月城雪兔，